我是和平的员工，所以当时我们就是要接受外面的支援。我们在十七年前，他们感受的那种是什么样的情况？要碰到一个使用过我们的餐的人，真的是很难。遇到 SARS、八八风灾、COVID-19，实际都在我的身边帮着，吃在口里，短在心里。他这样子，还要提起 SARS 的事情，我真的不可思议耶。爱没有变，爱心没有变，那个感觉是很温暖的。